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 Milano Yuki 又翻嚟啦，咁啊讲下点样做海堤空子嘅入手任务啦。咁啊，空子基本上咧，你个条件就系要触发条件就系要人物角色要30level以上啦，完成任务点就要20点或以上嘅，系啦。咁啊，装备任何一只海堤都得嘅，可以接触嘅。咁我就基本上装备图纸啦。咁啊，依家因为之前做咗西子啊嗰啲童子任务嘅，咁我所以睇下先吓，佢唔俾我删咗佢。哦，我知啦，呢度 keep 住咗，装备图纸啦，跟住就去接触个任务点啦。空子系啦，咁空子第一 part 咧就应该系去上城嘅东边。就同呢个委托告示板咧，就触发任务嘅，出翻去先。咁我依家喺个南国军团入边，咁去上城东边，上城嘅东边，咁啊去东边啦。系啦，咁就去上城啦。我告示板接任务嘅，告示板喺嗰个屋企5点钟3、4点钟方向呢块，咁啊同佢讲接触对话啦，应该系 OK 对话完之后咧，就睇完之后咧，就去呢个嘅洛天拿湖泊东北方就话。嘅出租书店全点入去，咁喺边个位呢？喺呢度。OK，咁我哋唯有行过去啦。喺呢个位置，由东边行过去个洛天拿湖泊。好，咁去到个传送点呢，就再翻嚟。好啦，咁我哋依家到咗洛斯湖啦。洛天湖啊，成日都当呢个叫洛斯湖，洛天湖啦。咁去呢个地图嘅呢个位置，大约1、2点钟方向啦。咁啊，最近就换咗个推，咁所以就暗推啦，咁所以就行路都快咗嘅。好，咁去到嗰个位再翻。好啦，咁去到差唔多呢个位置啦，咁啊入呢间屋仔啦，再同呢个 NPC 对话，贷款本部屋主啊，书店屋主啊，跟住咩？喺 Midday，跟住系应该系拣同出租书局主人对话。咁同主人对话嘅时候咧，身上面唔可以凭依任何人嘅，否则就无法继续进行任务。咁选择，好哦，再选择睇睇书啦。咁啊，睇完书之后咧，佢就传送咗你过去，唔知边度啊，应该进入书中嘅世界，揾到一个化桃子人形嘅侍女啊，几得意喎！睇先，王妃之间同王妃倾偈。Tuskete，佢同咩啊？勇者电宝箱，童子嘅分身喎，女生去救公主。OK，打开佢呢度。有100嘅 coin 收咗，睇下先，有晒大宝箱同细宝箱嗰度，原来好开咗啦。跟住咧，跟住咧就揾一睇先，开咗之后。去到下一页，
哦，原来拣大宝箱同细宝箱有唔同嘅。大宝箱呢就会有100嘅金币送俾你，如果细宝箱就会有个皮露露嘅拐杖。好，之后就行出呢个传送点，咁去一个下一页，第三个，咁啊行过去个地图嘅呢个位置啊。好，咁到个传送点再翻嚟。好啦，咁到咗呢个传送点之后呢，见到有两个 NPC，好似呢个含子啊，呢个空子嚟嘅应该，呢个系童子啊。啊，no no no no！哎呀，打死咗我只童子啊佢。哦，唔紧要啦，之后再复原佢啦。外貌奇特嘅商人山吹，同埋呢个右边嘅外貌奇特嘅商冒险者西子。咁啊，走到下一页嘅方式有三个：同商人山吹倾偈，等级乘以1000除以二嘅价钱嘅代价；同冒险者西子多倾偈呢，就10个蘑菇。咁啊，绕过山吹同埋呢个嘅西子后，进入面呢。进入全点咧就免费嘅，要绕过佢啊，即系咁样啦。好，下一个，咁我哋梗系拣免费嘅方法噶啦。好，然后咧就去呢一个嘅铁火山嘅地带，依家叫圣灵火山啊，叫圣火山、圣火之山。去到山顶位置再翻嚟啦。嗱，咁记得带住个海堤翻去上面嘅火山顶。好，咁啊，去到呢个火山顶啊，差唔多。咁啊，费惊以免佢打死我啲嘢啦，我嚟杀咗佢先。好，咁啊，然后呢，去到呢一 part 呢，就会见到两个巫女嘅，咁啊入去呢个魔王宫殿里边，不死王城。同呢个不死王城嘅公主啊倾偈，超文的公主含子。Okay。魔王，打死佢！觉醒之水，俾咗佢之后，佢应该失咗忆噶嘛？应该系，俾咗佢之后呢？药水五草六。好啦，咁应该同翻呢个阿姨倾偈。哦，要叫海提出嚟。好，睇下先，去翻呢个嘅下城。上城揾翻裁缝阿姨，系企。去上城揾翻裁缝阿姨。咁啊，我哋要翻去呢个呢度唔可以召唤飞，咁我哋翻上城再翻嚟啦。OK，咁啊，翻到嚟上城之后呢，就去揾上城嘅10点钟方向揾个阿姨倾偈啦。
傾完偈之後，佢會俾一個藍空色嘅三角巾俾你嘅。呢一個咁啊，再翻去呢個嘅出租店嘅書店裝備住海堤，揾個個主人對話，再入多一次嗰個王妃的寝室裏邊揾翻王妃對話啦。即係我哋依家要行翻去呢個樂天湖啦。好，之後再翻嚟。咁嚟到樂天湖啦，咁啊再翻去NPC， 即係兩三點鐘方向位置對話。好啦，咁啊同呢個對話啦，再睇多次本書，再翻去。然後再同佢哋兩個對話多一次啦，好似可以揀裝備，跟住，我知道，好，再出多去一次。呢度點解住咗呢？我知咯，哦，揀衫喎，呢度係揀咗個桃子衫添。哦，同佢講嘢，同個侍女桃子講嘢。海堤相同的衣服，幾可愛喎又，不過唔襯我套衫咯就。好，咁啊，再同呢個傾偈先，去聖火山 ，go go go， 攞完先行得噶。好，咁去到聖火山再翻嚟啦。呢度當然就係繞過去啦。OK， 咁而家咧就去翻火山頂。好啦，咁翻到嚟呢度之後咧，裝翻桃子先，因為桃子就嚟死啦。哇！唔好等，頂一出嚟就死咗啦，仲諗住守下佢先。同翻呢個公主講嘢，唔好諗住打死我隻桃子啊！你今次。魔王對話了，應該是好，再跟他對話。對話完之後呢，空子就入手了。空子我都挺喜歡的。
冇錯啦。OK， 今日到呢度先。如果有咩問題，記得喺下面留言啦。咁基本上我所有嘅海堤任務嘅步驟咧，詳細攻略都會擺落喺 YouTube 嘅 info 裏邊嘅，咁大家都可以睇到，或者喺我 Facebook 都可以睇到嘅。係啦，係咁先，拜拜。